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异常火爆，前后吸引众多明星艺人宣传新书写真等。2月4日日前刚推出性感写真集的佑胜也到场举办签书会。今天现场在这个蓝沙龙的场外，就在蓝沙龙的门口，佑胜加油，谢谢。情人节即将来临，佑胜称自己会在工作中度过，不过如果有时间希望能多陪家人。最后被追问是否收过特别的情人节礼物时，生性浪漫的他自曝大多是自己送出特别的礼物，因为情人节非常重要，所以会做特别的事情让心仪的女生开心。我觉得我都是送比较特别，是我送特别的情人节礼物。因为我觉得情人节是一个蛮重要的日子，可以让对方有一整年不一样心情的一个点，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。另外佑胜更是自曝经常被奶奶逼婚生子，不过他并未特别指定哪类型的女生，而被记者问及是否被逼相亲时，他笑言从未有过。阿嬷虽然常常在逼婚，也赶快叫我要生小孩，但是他倒没有真的指定过谁，对，他目前没有，我没有听他说过。没有相亲啦，就是对，也没有，他没有逼我相亲。